今天是星期六，然后呢，现在我在朋友家。看得出来是什么地方吗？就是有猫有狗的地方。但是猫狗在这儿。豆比。要跟他玩，要丢远一点。今天呢是2月2号，然后我们准备吃除夕饭，先提前吃，因为今天是星期六，等于弟弟可以回来跟我们吃饭，然后他星期天晚上就要回去了，所以今天就提前去我亲戚家，悠悠雅一家，你们也都见过，看过之前的 vlog 的话。然后去他们家吃饭，然后现在是下午的3点多，然后我们到我的朋友家，豆比妈妈的家，我们要准备包水饺，给你们看外面已经是白白的雪。然后我现在有没有比我上一个星期有精神很多？对，因为我睡够了，然后也比较进入状况。然后今天呢，我的眼影是我昨天新买的眼影盘，虽然有点脱妆了，因为我刚上课。耶，反正今天就是吃除夕饭，然后挺开心的，就是一个比较休闲的 vlog， 好吧，等一下见。我们现在要开始。要和面嘛，然后还要先把这个肉切成块块，是不是块块？对，就是用比较搅拌。我不是一个很专业的，上次做不用那么小啦，这样子就是方块就好，对，方块，对，这么大可以再稍微大一点，就不用太小了。Berkeley 已经被领养走了，我们在考虑养只猫，那个配置已经没有看到了，就是想要领养一只小猫猫啊。你去养都那个扣的时候是当时就是很多人去，还有很多人扣的感兴趣。你没有看这部吗？现在我们切好肉肉了，肉肉不怎么美观，但是也是辛苦的成果。大棒在那边，好香哦，这个香味。你闻到了吗？很香。现在我们要绞肉。把肉往上放，拿这个去接这个肉。真的？不是，是这样子。我想说这个怎么 work？ 好。所以就是把肉放在，然后这个会从这下来，对吧？好。然后进来。然后拿这个往里帮你压，这是压蒜的，对，拿切小块肉压成丝，放到肉里面。这么小吗？直接压那里面吗？对，直接压进去好了。然后要顺着一个方向切，就顺着一个方向切，一点点就好了。
你想象中的肉馅什么味道？多一点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好香啊！真香，对，酒放可以再来啊，再来点，对，酒多一点没有关系，可以观察它。对，你可以小一点，对对。嗯，好香哦！那你们去吃。我们要包两个馅，一个玉米馅，还有一个是肉白菜虾米，再加玉米。现在玉米的馅已经完成了，然后我们要去挤水吧，做白菜的馅。哎，我的手在抖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白菜那里。因为我们的主角已经破血呗。这个主角还是他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说法，我现在看起来很那个贤惠吗？很贤惠吗？哎，老公回来了，儿子去洗洗手，等会准备吃饭啊。哎，老妈，走路还走动吗？要不来尝尝我做的红枣枸杞水饺？高丽菜馅，嗨，过来看你包饺子。包饺子，它在我手里相对来，像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几岁？2015年。你说谁几岁？他啊，他呀，2015年，他是一。刚刚我包好。我们包完了，我包了两盒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了，出发去薇薇阿姨家。Let's go！ 对，我和我老公是准备出门了，穿了我的大棉袄。Go！ 耶 ！Happy New Year！有你最爱的卤肉饭娜娜，我就等嗨 Uncle Raymond。娜娜的卤肉饭，还有你的卤白菜，这是我的两道菜，我指定的。上桌。对，我跟瑞瑞说的啊，你说这里坐不可以去 ，Raymond 不坐这儿，瑞瑞你跟我坐这儿啊。那我坐这儿吗？我坐这儿。这个好，老公可以。大家 say hi。在我们姐姐带来的花，好美哦！都白菜，嗯，这你能够得到吗？今天投了，因为上次都煮那个煮没了，今天投了两个白菜，哇！但是一个白菜是两分钟的煮，对。黄瓜，这小姐姐花这个卤肉。饭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卤肉饭。我听说你那个花店很漂亮。十全十美，我有一个小鱼，你要解释一下你的十全十美。对，有十种素菜炒的，十种素菜代表十全十美。对，好棒。叫黄花蛋炒。哇，太棒了！好，这个叫做富贵开花。富贵开花，富贵开花。我知道这个名字。这有一点点富贵开花。但很好吃，这个好，我们这个可以放前面，这是从台湾带过来的，真的是长胖的过年，这个就是这个小鱼，把它拿前面，我在讲滑雪的故事，我的炒饭，我第二碗了已经，我们刚刚找不到蛋糕，就是我们把那个蛋糕放在外面，因为外面温度简直就比冰箱还要冷，你去哪？拜滴滴，拜。滴滴，我天哪！流口水。呀，拜滴滴。
春节蛋糕 ，High Fashion Lady Anne。哎呦，这对母女，这个颜颜色好，就是我刚说了嘛，今年换了包装，很好玩。就新年的感觉，今天人超级多，在下午。哇，我最喜欢的奶油味的，我跳的。人家姐姐问我说。小宝贝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姐姐为什么你没有问我？姐姐为什么你没有问我？你们不是在包饺子吗？白薯面粉，然后我说大了，你要吃什么蛋糕？你跟我说玉米猪肉馅。这样就够了。Lady M， 等一下就会进入到小贾的肚子里。他硬要帮我弹伴奏，然后他又一直弹错，然后又教不动。我已经教了他有半个小时。我决定要弹一个正确的版本。我们现在再弹一个，我先弹一个正确的版本吧。那我会配合。对 ，Go。你先听我，你先认真。Oh, oh, oh!